进入下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环节。对，下一个环节，因为有一个成员是因为个人的原因，那这个席位是可以补上的。所以综合上一场个人喜爱度的排名，已经暂别舞台的三位哥哥中，排名最高的欧阳靖哥哥将补位回归。真的想都没有想到他都回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信念是一致的，因为大家都很希望他回来。MC Chen， 欧阳是一个充满能量欢乐的一个好哥们儿，所以他进来的那一瞬间，其实所有的哥哥们都炸了，就特开心。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就觉得他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我今天看到他很开心啊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。大湾区，大湾区，多谢你哋。我接。来，阿靖说两句。不是很久以前，可能没有两个星期前，我记得我进去这个房里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会离开的那一刻，真的没有。到现在这个晚上，我也没想到，没有预计到会在这个门口再回到这里。所以我真的相信那个，如果你乐观啊，坚持啊，真的老天会有安排，对，也是最好的。所以到这一刻，我真的无限无限无限感谢你们。有大量的其实都是我们在这里干认识，时间也不是特别长，但是我总觉得真的实战长短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当时发生什么。一二三，哇，这个好有意义哦。那个友情，互相鼓励啊，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位，所以一起披荆斩棘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 ，Let's do it。It's my time now。It's your time。张翰宇，坐下，我看不见欧阳。对不起，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节目组，谢谢所有人。谢谢。那我们在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，我来解释一下哈。因为李承铉阵营目前是缺失一人，当然并不是说必须要在李承铉的阵营。对。但是由李承铉阵营率先来选择。我们接下来给一点点时间给李承铉，不需要时间，来 ，Welcome， 好了，恭喜我们，大家有答应没有？哎，不公平啊！我截胡不公平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不公平，我要出场。你给我坐下，你又吐槽，不许吐槽。炫哥，就是你还没有问过那个靖哥，当时愿不愿意？也是。听我讲，那个志炫哥是这样啊，我们所有的规则其实已经完全确定的啊。今天呢，因为是缺席一员，所以呢，优选权在承铉哥这儿。那其他三个阵营，其实我想内心现在也蛮羡慕啊、嫉妒的啊。我接下来请另外三位队长，也包括靖哥哈，来，我们表达一下对他的想法感想。Something like that， 真的。Yeah， 不。OK。
很紧张，心情很激动。我代表大湾区欢迎你回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走啊！胡杨静非常有才华，每个团队都想希望他能进到自己团队当中，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，去把他抢过来，利用我们的实力。好。如果静哥过来，不好意思，老公。这，我把两个儿子给你了，我这个得带回家了。好的，那真的啊，按照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结局来讲的话，那我们的欧阳靖哥哥回归之后，这个顺利的就加入到了我们李承铉阵营，重归七人团队。成功！不公平！不公平！很幸运有机会回来，感谢观众们的支持，感谢感谢，我会好好把我不知道这个普通话怎么说，就是或者另外一个形容的就是我会好好珍惜，我会好好珍惜。对，你真的不平凡啊！真的老天有安排，那太夸张。不平凡，干杯！咦，立青瞓下面啦咩啊？佢都唔翻嚟大湾区，咁佢瞓呢度啦，佢都唔翻嚟大湾区。回来啦！欢迎回来，呢个大湾区。想抌低我啫，唔系，系都唔俾你走啊，系都唔俾我走。好啊，呢个系你几时知噶？佢今朝佢又话，我哋开咗个会咧，就会有啲消息俾你啦。直至到啱啱或者食完晚饭大之后啦，阿俊就话：你啲行李执好系要几耐到啊？我话做咩啊？佢话而家佢哋助你去宿舍。我话。既然系咁。我而家同你傾下個卧底任務係點先？原來又係呢個 handler。十年不變，又係呢個 handler。唉，喂，咁你快啲嗰啲鏡嗰啲嘢抹咗佢先。冇抹。啊？冇抹。啊！擦牙望唔到自己喎喺度。